可以看到呢，有爱河捞的愿景桥啦，中都湿地都是高雄知名的景点，还有美术馆、公园那边非常的幽静哦。好，爱河也是很多人会去的地方。好，要龙翔的节庆呢，我们都会就在这里举办，成为高雄的地标。好，那当然呢，还有我们的电竞馆啦。好，亚洲新湾区有这个附近哦。好，待会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呢，包括了我们的轻轨。博尔艺术特区哦，我们这个轻轨，还有我们高雄流行音乐中心。好了，这是我们的总图，非常棒的总图，还有我们的高雄展览馆。OK， 八五大楼也是高雄的地标。紧接着呢，我们有高雄港埠旅运中心，啊，迎接了我们轻轨。好，当然是我们爱河啦，我们爱去常去哦。高雄的运动圈呢，还有我们的电竞馆，当然看到我们高雄地标高雄港的牌楼。接下来呢，跑进了大家引颈期盼的我们的西子湾。通常呢，很多的跑者在这个地方折返点哦，30K 都是他们必须要拿出意志力以及毅力来突破自己来完成。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可能面临到体力下降，可能面临到呢，觉得自己很累跑不动了。但是我们的补给站还有我们的旁边的啦啦队会给予最热烈的加油，所以我们现场的大家，我们就充当一下啦啦队，给我们选手们一个最大声的鼓励，能够突破这30K 的撞墙期。而人生经典的主题一样，超越自己，超越自己，超越自己。哇，当然呢，他们在沿路起跑的过程当中呢，刚才有人说了，最好吃的马拉松就在我们高雄，我们沿途呢有非常多的补给站。希望